这么刺激？其实第一刀下去的时候，我失手了。交给你了。好。好了，这里喽。来喽。来喽。怎么这么刺激？其实第一刀下去的时候，我失手了，我剪太短了，可以吗？老师也深吸一口气，我想说完蛋，但是我立刻要装镇定，因为我不能让顾客觉得我好像很慌张。太短。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蛮短的哦。蛮短的。这个蛮短的哦。习惯吗？不习惯。那我们先把旁边修稍微修饰一点。我好害怕。先修到这个长度，然后让老师回修。其实我觉得蛮时尚的啦，我是觉得真的吗？对，哎，感谢，好心。You know Vogue? Yes. Yes. Asian beauty, right? 很幸运的，今天有一个意外的惊喜。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更时尚，变得更有自己的味道，完全跟你刚刚来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也好，这样子会比较不一样，可爱可爱，有一把一把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是，对对对。Yes, a little bit less. OK. 感谢你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谢谢。请投入。你给。首先，媒体部。媒体部是。加一颗星。给媒体部一颗星。我今天也没有喝到调酒，所以对不起，我直接给麦里老师的这个造型四颗。好，其实虽然我意外的变很短，但是确实他给我一个新的概念，完全新的自己。也非常感谢黑木太太喜欢我对他做的新造型，下一次下刀的时候可能要再谨慎一点，然后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实境秀没办法预料的事情。想看我们开店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赶快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